又到全明星之夜的时刻了。在比赛进行到中段，还没有开始交战的时候，我已经浩哥就毅然决然地退出了比赛。大师，这次你绝对不能中立。像你们这样子说的话，那我就认真打。又到礼拜一了，每周一打一盘，星期一。今天你打了吗？没打。等会儿可以打吗？对吧？等会儿你打了吧？我打了。啊，你打了。打了。待会儿你可以挑战总冠军，不你说是吧？今天是中韩对抗赛的最后一天。嗯，最后一天，我们奋战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哎呦，这次要褒奖一下了。啊，你看最上面加了总决赛三个字。啊，总决赛啊，真不容易，真不容易。作为一个老兵，龙哥总是注意到这些大家不注意的地方。最近胡子剃了？还好，略微的修了一下，稍微有一点点。嗯，拿那个修脚刀直接就剪了一下。过两天就要携小米一起去参加游戏春晚。为什么要携小米？我跟着小米去参加游戏春晚。啊，我以为你说挎着小米的手。你别急，今天我跟小米有感情纠葛。然后他今天送了我一样东西。哦，是三炮从美国带回来的。哦，哎，你有没有收到吧？就这个叫什么，就是三炮跟你有感情纠葛，而小米是你们的第三者，然后所以三炮为了逃开你们的感情纠葛远赴了美国。对，但是他还是要送你东西，但是呢他为了让小米死心，所以说呢借小米的手送给你一个东西。这故事是这个样子的吧？反正跟那个什么师太安敢跟频道抢秃驴那个道理。反正个人品好，你看，你知道送什么东西吗？哎，说出来吓死你！人家从哥就是吓大了，从 American 啊 American 听懂带过来的一个gift 啊 gift 礼物啊，绝对 nice 的啊，说了半天白说。你想看吗？不，你说就行了吗？待会儿等到那个总决赛。那就打一半，你出去拿。赛点，好吧。赛点的时候，你拿出来看。我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明天很快的，嗯，反正你还追光刺客打牛。真的，三炮果然是有情有义、仁义无双的真汉子。三炮远在美国，还特地从 America 啊 ，America 送一个礼物，漂洋过海到中国，经过小米的时候，非要送给我。是吧？真的，就小米本来准备拿去的，后来发现，这东西扔了，是吧？他就送了小米和我两个，哦，其他人没送。那在他的心目中，说明个人品好，好吗？个人品好，你这数据上有问题的。三炮连这个都有，你这太没眼光了，别人帅哥一大把。平时这个感情比较深厚。哦，你跟三炮的限制级的照片可不是一张两张了，是吗？两个人滚成一堆，就跟那个，新年的那个雪人一样。你小胖他大胖，这两人滚成一堆。三胖现在在美国又胖了，每天吃那种高热量的东西能不胖吗？长出很多胸毛，那差不多。好，言归正传，今天呢是我们中韩对抗赛的最后一天了。那细数一下，好像一个多月就这么，不止一个月，然后两个月了，两个月。有人批评我们，说我们的这个比赛做的没有别人的比赛好看，是吧？我在论坛上是看到了。啊。我觉得下次我们再做好看一点。对，我觉得我们再做好看一点。我觉得您的这个鞭策，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嗯，像我们这种老头子，如果没有鞭策的话，我估计就爬不起来了。主要我们不过最近星际比赛还真是挺多的。是，但是风起云涌，感觉星际焕发第二春的那些。焕发第二春，这确实是一个好现象。对，我希望如果说能不能把那帮老头子、老甲鱼啊那种，感觉。那个罗贤那 QQ 上说你了，这个太过分了，对吧？大家可以上我们的论坛 BBS 点 PO 点 CN 啊，我发了一个。你们要是知道这个龙哥是怎么被罗贤给说的，龙哥你真的脾气好，我要是你绝对要入过来的。说起这个，你在微博，你最近看微博了吗？你补谁的微博？反正很多人的微博。就是、现在 PO 在整个中国电子竞技圈被千夫所指。就说我们怂了，是不是？就说 PO 这人太怂了。这个跟你说是这么回事情的。就是本来我们有空的时候呢，游戏风云那帮人就在那疯，对不对？然后我们忙起来了以后呢，他就在那跳啊，你来呀。现在 GP 大战要改成 GG 大战了，知道吗？我觉得这两家都没 GG。哎，千夫所指啊，好像被转发了三四百次。这样，我在这边，你有什么郑重的
接受，接受什么 ？BBC， 嗯，你个没资格的人，你老大的老大的老大的挑战啊 ！BBC 你是没有资格的啊！过了年以后，我们好好搞一把。龙哥，这个事情就交给思思了，好不好？我现在就感觉掌握话筒，掌握话语权，反正 BBC 也不在，他也强制不了。BBC， 你个菜鸟！那他上次怎么知道我们在那叫什么？啊？还不是你在那转发？只要有视频，什么不可以？没有啊，就那不是你怕什么？哎，就过了年以后，而且我跟你说，不要每一次都搞了一帮子什么啊？嗯啊，我们不认识的人，对不对？啊，两边全出主持人来，不是啊，对吧？主持人他们多还不多？不是、啊。主持人是星际二、魔兽三、DOTA 一、DOTA 和英雄联盟，嗯、就是四个项目，这俩是四个。好像还有什么他们 CS 啊什么东西的。我们有 DNF 呢。反正他们跳他们强的，我们跳我们强的。他们会什么呀？就只能来主持人啊、嗯，嘉宾都不行。那打到底还真不太清楚，到底谁强谁。打到底，像龙哥你知道吗？英雄联盟那可是一把好手。瞎说，摸都没摸过，从来没玩过英雄联盟。我就知道英雄联盟里面，哎，我唯一记得的一个英雄名字，突然间忘记了，怎么办？我也不记得。哦 ，Timo， 哦 ，Timo 啊，我知道吧？我知道，就那绿帽子。啊、在路上看到绿帽子全是 Timo。哦，我还记得有个女警，有个女警，女警我不认识，反正蛮性感的。龙哥可是 CS 一把好手啊！ CS、想当年横扫吉林无对手，我这跟117比还差一点。人家是全国冠军，不是你横扫的时候他还没出生是吧？啊，还好，对吧？然后龙哥要跟幺幺七比年龄，幺幺七，你跟他谁大？我大，绝对我大啊！我一屁股坐死，一屁股，这这些都，这些都轮到这儿，倚老卖老啊！嗯 ，BBC 你跟他谁大？他比我大三个月，一屁股坐死，他一屁股坐死我了。那你可以坐死他呀，我可以坐死他们全公司，是吗？你看看这种小屁孩的公司。跟你说，过年以后啊，不要跟我说什么吉联赛正在打。过年后吉联赛打不打？打打啊！那他现在有打吉联赛，他叫嚣什么呀？不，他要在春节之前打掉这个东西。哦，我懂了，大家不要被《游戏风云》这帮小子给迷惑了啊！他们是规定每年的春节要把节目录齐的啊，对不对？啊，没节目录。对，搁不上他那个档。是，让这丫去录28个小时节目，嗯，录死他。嗯对吧？你看把我裸照无所谓，你要看裸下身，我也拍给你看一下，你敢不敢 ？BBC 对不对？一裸就是一坨肥肉，对不对？哎 ，BBC 有胸毛吗？没有胸毛，没胸毛，反正我看到过。哎呦，这话说的，黑色的，嗯，黑色的，黑色的，哎呦，充血严重是吧？啊，言归正传，言归正传，已经三级片了，我操！风大姐，老这档会不会被切下来？不知道，反正导播可以切下来发给我。反正我什么都不怕。言归正传，风子跟着老太今天是总决赛了。嗯，下谁？哎，看这两张脸，没有我们两个脸帅。然后呢？看好谁？没了。啊，就不看好谁？总结完毕。啊，对不对？这两位选手对我们而言。肯定打得比我们要好一点，对不对？嗯，这个是不得不承认的。啊，我们主持人讲话要凭良心，解说要凭良心，对吧？你听我片儿解说是最有良心的。等会解说的时候，你看好，我可以预言他们全部的过程，是吗？啊，那我太期待了。其实我什么都没说，你看好就。我当然希望中国选手可以把这个奖金可以拿回去了。哎呦，完了。但是本来有4罐奶粉的，现在变2罐了。但是啊，我今天不得不看好这个韩国人啊。你觉得你今年的这个啊功力如何呀？因为每次就国内比赛都很准，就遇到中韩对话就每次都不准，完了，因为蛮纠结的，拿捏不准。嗯、但是观众朋友们，相信你心里肯定是有感情的。嗯，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论坛 bbs.co.cn 啊，在直播互动讨论帖当中回帖。今天除了送出10个重庆之星的 CDK 账号之外，还送 PO 的一个鼠标，还送鼠标。谁说的？我说的。这两天哪坑出来的？啊，送鼠标。这总决赛嘛，总得让大家也高兴高兴，对吧？太高兴了，这个事情。对，大家可以上我们的论坛继续回帖。对，今天呢，先预告一下，今天 ZBZ 有可能会比较快啊。一般打比赛嘛，总决赛人家打完就收工了。嗯。但我们这个节目叫《永不逝去的青春》哦，我们要告诉你们，打完了总决赛以后还有很多事儿。是吧？那看时间长不长，万一
这个蝎子遇到了牛是吧？是吧？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经典的人。好的，第一场比赛选手准备好了地图是战斗，我刚才说战魂斗魂，我们来看看双方谁能先拔头筹，加油！师哥，根据你的颜色理论，今天先点谁？你告诉我。随便点谁，反正不是百分之百赢。好、哦，我们看到了 Zelot， 我们发现他换了一个 ID， 为了 Kiro， 对，去告诉大家这个人是思密达韩国人啊，思密达。其实我也可以这么起。今天这个灌水的观众还比较多的啊。1561的观众叫 Modern， 他说疯子加油，昨天再现昨天的实力。昨天疯子打了那个什么 FB 比赛是吧？嗯。但是今天是 ZVZ 实在是不好说，因为双方的选手的距离比较远。实话说，本次比赛打到今天为止，从没见到过一场 ZVZ 的比赛，所以说我们不好说。嗯。龙哥，今天总决赛我们是打5局3胜还是7局4胜？当然是5局3胜嘛，不出意外的话。我龙哥突然茫然了，要跟赛事裁判沟通一下，因为比赛主要是由简单大大帮我们赛事组织的，由他来跟选手们做沟通，我们负责。行，那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请联系一下啊，那边已经回复我们有五啊，有五就交给我们裁判组看一下两个人的整个的见到状况差不多，但是其实差的挺多的。这边房子还没造，刚造房。为什么论坛上面有观众会为韩国人思密达加油呢？我看不懂了，还不少。那就明显那个人是杰斯拉的好基友嘛。喂，有观众说卡，有观众说卡。卡？嗯。是全卡还是半卡？好像说全卡。对不起观众，您这个错过了我们开局的精彩的这个讲话啊。对于 PLL 而言，你可以错过比赛，但是你不可以错过我们的聊天。当然了，如果你错过前面的聊天的话，对你比看观看比赛一点影响都没有。太丢人了，因为一点关系都没有。好，先看一下开局吧，看一下都调整到了两个名彩器，很明显啊，也是两农民直接升了基地，这个还没有升基地，虫子跑得非常的快，你往哪里去？不要走错方向哦，两个人都没有探到对手，探路是已经 OK 了，只判断对方的出生点位了。这去哪里？哎，他一条狗绕着出去。这两个人都直奔对手的家中，你们怎么知道对手在那里？这房子没探到吗？两人相互一试以后，左右两跑，互相都懂得，大家就这么点狗。我们来看一下农民，1、2、3、4、5、6、7，7个农民。嗯，两个农民采气，1、2、3、4、5、6、7，7个农民。啊，两个人几乎是镜像的开局方式，唯一不同的是前期的放气矿是略有不同，而升级二本的话是疯子略快一点，这个其实都无所谓，又补了些农民，这边也在补农民，两个人完全镜像的操作方式，这个就要看操作了。Zelot 在整个的。这个整个的对抗当中是没有给我们看到过操作，他要么用了战术，要么就用了运营，应该说他的战术的犀利程度掩盖了他操作的锋芒。就他什么时候操过啊？好，派一条小狗去看看，从这个速度上来看好像跑得挺快啊。明显疯子对门口的这个摆放，哎，两人是差不多。嗯，想挑逗，嗯，每次都一定被两条狗给咬到。这十条公狗面对一条母狗，竟然纹丝不动。你为什么不是十条母狗对一条公狗呢？那肯定动了呀，公狗肯定忍不住啊！你看那个狗，那条狗已经站在那边不动了。哎呦，这有点犀利啊！这什么情况？不是四目以对了，十条狗是。你的数学都算不清楚。我对你数学很了解。好，穿矿过去，开个矿。不可能吧？开呀、啊！哦，那他晚升级一点，就是说钱多一点。嗯，我们看一下运营的整个状况。啊，这边是拍在家里边，内双和外双。哎呦，这个对于疯子而言，
就前期要非得占点便宜了。我们看一下这边的彩气走路啊，还行，还不错，风子比较保守。看看这个矿能不能开出来。但你要说操作的话，我绝对下注下风子呀。待会就飞龙操作，飞龙和自杀机的操作微操作了。我一直觉得风子并不是一个以操作为建长的选手。什么？我一直觉得比如说小明的飞龙操作还是非常不错的，是应该是专心练过的。那你的意思别人没专心？真的，飞龙和自杀机的操作我绝对下啊。风子这边论坛说多收卡，大家可以，有一位观众说二点缺点升 PPS 插件刚刚看还是流畅的，大家可以选择一下啊。这个风云直播如果太烂的话就不要用了。难怪最近都不用风云直播，都用看新浪在做直播是吧？这倒也不是，某 TV 风云直播又高清又流畅。还有观众说强烈要求 PU 每周星际直播思密达，这费用巨的，就跟一条似的，打一条狗居然打了三枪。哎，这边拍了，这个是外双的好处啊，这个逼的逼迫疯子必须得主动进攻啊，这 ZVZ 就是气 V 气啊，看谁气体采集多、啊、看看他这边有没有侠，有侠去补能力。哦哇，直接三个农民采气了。哎呦，这样的话惹罗斯的气体数量就要反超疯子了，一二三四。哎，你感觉疯子好像不足啊，东西都待会会更不足的，可能现在疯子目前都不知道对手开了这个双基地。是啊，哎呦，这戏踩的太心疼了。这撞房子吗？还是走过路过的？走过路过，这撞房子太亏了，不撞房子。哎呦，那气已经踩很长时间了。看来这场比赛疯子有点危险。能够点，啊、哦，还自杀机。哎呦，看到了，看到了。好，不得不进攻了，不得不进攻。现在六个虫卵就这一波了，六个虫卵出来兵。我们来看一下飞龙的数量啊，疯子的飞龙应该是略多一些的吧？不好说。现在你罗斯的气才多啊。狗。哦，补了一堆狗，还补了一个地堡，就是这么一波了。嗯。上上下下一波，看一下这个数量。飞龙和自杀机，第一波应该是撞得上小狗。我也感觉疯子飞龙要比你罗斯多啊。哎呦，错过了，错过了。操作。疯子操作绝对我没问题的，好，再这样飘的，再甩，再甩，还有两个，撞了一下，不过也貌似疯子来看一下这边能不能顶住，只有靠地面部队了，空中已经是打不过野老腿了，空中已经打不过野老腿，就看地面。哎，没有狗速是不是？是是是，所以他飞龙看上去要比野老腿多，就打170。哎呀，你怎么不动啊？现在一定要打双线，一定要主矿分矿各留一些狗。哎呦，狗刷个拼光了，刷个拼光了。哎呀，刚才有一把狗没有上。哎呦，这样的话飞龙的数量会越来越多。是，现在惹洛特只要守住自己的二矿就 OK， 特别是二矿的那个气矿。九个农民两下转一个。嗯，所以飞龙操作、哎、小狗，但是他没狗速啊。嗯，飞龙操作我对风斩有信心的。哦，哎，又被撞了，话音未落就撞了一个自杀机。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死老特数量越来越多。而这边我看一下，纯靠飞龙在家里守着，这边在不停的补狗，而且还补了个地堡，就怕被溜，时间越长越不利啊。再来看一下，又补了几条小狗，因为是没有狗速，距离又特别的远，如果距离近一点的话，那几条小狗也许还有机会能溜得进去。不过从 Slot 目前的这个操作来看，你会发现他的这个飞龙永远是在小范围进行腾挪。对啊，因为他清楚的知道只要守住自己二矿的七矿就赢。这种操作的感觉像叶问，这那句话叫什么，打碎了算你赢是吧。哇，这一波飞龙直扑疯子的家中，见神杀神，见鬼杀鬼，两条小狗想进去赚一个便宜，看看这边有四条小狗在这等着，而且是提速的小狗。嗯，没机会。
没机会。哇，没机会。泰山压顶般的冲了过来，也会输给日落塔，这超过我们预料之外。泰山压顶般的冲了过来，现在看一下疯子这个操作，操作还是非常不错的。看一下自拍机的撞，现在撞纯飞都可以了，我觉得。这边开始被撕虐的打农民，哎，又打鸡鸡了，又打鸡鸡了。最后拼一枪，看疯子的甩自杀，给我们最后留下甩的非常不错，精彩的甩的非常不错，甩的非常不错，甩的。非常不错，又点掉一个，再点掉一个，再点掉一个，哎，被撞掉了。哇，茫茫多的自杀机又过来了，农民机来点，死伤无数。疯子在那秀着操作，哎、点着自杀机，但是无奈农民已经没有了，飞龙数量也不够，得了他瞬间之内散开，瞬间之内散开，补出的是三个农民，漫天只剩下德劳特的农民，疯子打出鸡鸡，恭喜德劳特1-0。哎呀，这个 slot 就这么赢了第一把。那个导播能不能给我们点提示啊？现在那个卡的问题现在解决的怎么样了？是啊，解决了吗？啊，我们导播说已经解决了。好、啊，都在说卡、啊。我们要发个帖子说一下 UC 的频道的问题。那婚姻直播是不是不能解决？哎，看来这个风云直播的这个带宽问题确实是个问题啊，湖南卫视的一个节目就不行了。我们呢跟大家说一下，可以换2.pl.cn 或 UUC， 但是我们直播呢因为卡人家也看不见，所以说还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到论坛去发红帖去说明这个事情。对，工作人员发个帖子吧、嗯、我们这边说看着不卡的人知道，卡的人他也听不到。哎呀，刚才那场比赛你感觉好像疯子不在状态呀、啊、以前他甩飞龙不是这个样子的，他甩的挺好进去，但最后不是他战略上出问题了吗？就是二矿有没有没有看到，人家两矿他一矿，对不对？不是，而且我们研究一下，就是疯子是先踩的气、然后好像目前所有的东西都比对手快一点，是，但可能人家踩钱比他多一点，所以说先把二矿给扔了下去。当然其实疯子就没有敢把二矿扔在外边，是吧？是，如果扔在外边这场比赛还有的搞，结果他扔在里边，距离又比较远，狗速也没有好、对吧？你看那个狗走到人家家里，人家其实一波兵已经补出来了。对，对，如果而且刚才疯子在冲的那个一瞬间，有大概近10条小狗没动，没动。如果虽然空中当时跟对方拼个半斤八两，因为疯子飞龙多，而对方自杀技多、但是通过疯子的微操作呢，可以把空中这个局面不说落后吧，至少持平。视频之后就是看地面部队了。对，所以前面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他刚才拼的比较激烈的话，然后如果能溜个4-5条小鬼到人家家里去，对，哎，这个可能还能够扭转一下乾坤，是啊，这样能打伤对手一下。但是确实，德劳特防守也非常的好，整个的飞龙在某一个该卡的节点是卡的非常非常的好。德劳特是思路清晰，你看他飞龙在前期小范围只在自己二矿处走，就是不出去。他知道我的优势就是我二矿的七矿。我在想，等一会儿呢，我们要做一个预告，但是等到这个比赛结束以后呢，我们有可能会打一场友谊赛啊，如果时间快的话。对，然后龙哥提出说是，我们和某高手一起踢迷路打，总冠军的。总冠军。那本来呢，其实是让这个某高手来直接挑战总冠军的，但是一想，哎，万一某高手赢了总冠军，这算什么情况？对不对？我们后来是这个讲的，就是某高手也很不愉快，对吧？他觉得还不如自己打。你们找了半天某高手，怎么找了一个我们不太擅长的种族呢？可以换种族啊！可以换种族，可以换种族。其实就前期就他打就行了，对不对？然后来一句交给我们，然后我们就去搞他嘛。对，我们从对方稍微忽悠吧，比如打字跟疯子了、不是，我是疯子，说疯子的话，疯子就是总冠军了啊，跟总冠军那个聊聊天啊，是吧？如果是韩国人的话，跟达达思密达啊，思密达他听不懂、他听不懂就影响他呀，对，刷他屏啊。然后我们另外一位某高手呢，可以正常的运营操作。对，那至于某高手是谁呢？我们到时候看啊，这个总决赛结束时间早不早？如果太早的话，我们就请某高手配合我们主持人来挑战今天的总冠军。对，那永不逝去的青春呢，这一季的中韩对抗赛结束以后呢，我们可以要进入全明星之夜的这个，哎呀，说到全明星之夜，来龙哥，
我每次看到你的时候，我都想起了那个胖子，送你礼品的那个胖子。哪个？你就送我一个那个。哪个？男女通吃那胖子。三炮啊。炮哥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啊。哎，并没有走远。他送你东西能吃吗？不能吃，不能吃。吃的话，从 America 飘洋过来的东西，早就变质了。就是，肯定不是吃的东西。那是什么东西？我非常的好奇啊，啊，非常的。啊 ，surprise！ 哎呦，你也会说英文？哎呀，跟您学的。那第一场比赛，你看看观众现在还卡不卡？小熊发帖子，今天直播肯定要用二点 P 进去。哎，点进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事。这些输赢直播有问题。只要有一个人不卡，就说明不卡了。PP 看也不卡啊，就是风云直播卡啊，就风云直播卡，就风云直播。跟大家说，以后咱们就不用风云直播，我们再不用，再忍点时间吧。再不，这破东西，嗯，太讨厌了。那。有观众说卡之前在拼飞龙，卡完之后就看到二龙的死样子了。还有观众说我们比飞龙长得可还是要帅。还有观众说卡之前是看到大家分四个农民采矿，卡完之后就看到二龙的死样子了。你为什么笑得那么愉快？二龙哥等别动，你又干嘛？别动，我在你头上找到了一个红色的毛线，我要寄给你老婆。阿洛，给点钱吧，这东西就到你手里。给、嗯。龙哥确实可以证明，确实日理万机，今天没洗头啊。好，看看论坛观众啊、哦、，PPS 从哪里看？大家可以登录2.p.3，上面有 PPS 和 UUC 的这个直播观看方式。你还别说，当时我们确实应该多渠道，绑在一个渠道上的话，万一有点问题，确实就很碍了。风云直播确实不靠谱啊，嗯，现在就将就着用吧。那个在今天的这个比赛第一场已经是结束了，两位选手呢现在已经选了第二张地图是翡翠，刚才疯子第一场跪掉，那么我们看看双方的第二场比赛，疯子有没有机会绝地反弹，加油。好了，我们看一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疯子，蓝色出现在地图的右侧5点钟的位置，而那么其次映入我们眼帘的自然就是 The Lot。 疯子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这个老将，在刚才那场比赛中并不是输给了对手的操作，而是输给了对手的整个的一个运营模式，就是魄力吧，人家就敢，因为同样是进场开局，人家就敢开下面二矿，疯子就不敢。对，就是成家的之后的男人相对就比较的稳重，也可能是中国目前的重组选手现在比较匮乏，那疯子可能打别人都没有什么那个陪练。对，希望最近的其他民间比赛可以培养或者涌现一些更多的民间高手。而那个直播的这个整个的模式啊，视频啊，也希望各位看直播的水友可以多把这个视频去贴出去，实话说贴出去不丢人，但是不贴出去的话，那看星期一的这个观众就越来越少了。嗯，我相信你们的很多的朋友同学以前曾经都是星期一的爱好者，我觉得星期一是否能够更长久的存在，是否能够真的成为永不逝去的青春，这个事情也是各位和我们都是责无旁贷的。好，我们看一下这边的是选择了12农民双开，龙哥这有点霸气啊，肥老铁。12农民双开，而疯子这边采取的，哎呦龙哥，这要是九地提速可就带走了呀，这开局就是斗智斗勇呀。对呀、啊，哎，肯定不是提速，但是一定是六条狗，然后第一时间会过去。按照我对时间的判断，这是打死都来不及的呀，龙哥。升二本，幸好是升二本，是升二本，但是来不及啊，这是铁定来不及啊。这六条狗出来了呀，他会不会走？对呀、啊，走错方向？他不会走错，翡翠是3点地图啊，那就用脑电波影响他。
你还别真又走错了，因为他们去的不是上边。这也行，你看脑电波影响成功了吧。公子不得不说，就是哎，不对，看到这个房子你可以回头了，回头那就是已经成功，来得及的。哎，这个疯子他好，看到了。哎呀，疯子，你看到一个房子你还往那个地方跑，你让我情何以堪，而且那边拖了六个农民。现在本来是大猎，现在变成大油了吧，我觉得是吧。还有一条小狗还被打死，现在是不是又被打死第二条狗？是吧，这韩国人操作有点犀利啊。又被打死，先打狗，先打狗，慢慢的，还有一点时间。哦，现在没时间。哎，那地堡快好了，但是二本已经好了。对，用科技来压他，用科技好了。这是当年小明上面的一个打法。其实还跟着对方再纠结一下呀，因为要拖对方时间啊。不行，他现在要退回去，因为那边是两基地不够，这边是单基地不够。他又没有提速狗，到打不过就跑呗，因为你要给对方持续的压制啊。所以他现在要省狗啊，这狗是少一条就是一条，这怎么压制法？这边地堡已经好了，怎么压制？对，就是放在门口让他看啊，让他一直以为紧张啊，然后被追就完了。他没提速狗，追不到的呀。你用一下劈剑、巡逻剑，让他感觉你的狗一直在不停地往前走。而这边应该是要提狗速了，两基地爆狗一波打，不然已经没有其他的这个对抗的方式。好，这边排狗阵，现在在排狗阵，这排狗阵排的有点不咋地，看你快点，得快点排了。对方要过来了，对方过来，上面那个口子问题不大，狗叔集完了已经，问题不大，但是疯子现在，哎呦，还要补农民，我估计惹到他会强上的，对，他不会给疯子看一下操作，喘息的机会了，看一下操作，家里面补地堡，补个地堡呢？不补，他已经不想补了，哎呦，顶不住了。幸好在那个操作上面小失误，有些狗往回撤了一下，顶不住了，这样就被冲进来了吗？哦，这边有个基地，农民聚堆，就靠农民聚堆。啊，现在在要重燃，我觉得来不及了。哎呀，刚才疯子补个地堡就没问题。是，他的经济也很捉襟见肘，经济就。我现在补狗是没什么任何前途的，补狗只会雪上加霜，没任何前途。只有数量已经起来了，他应该有，他可能每一百水晶。哦，有的，已经上通关，已经大伤，集体取消才有水晶来补飞龙，大伤。我们看一下这边在拼命的补狗 ，BB 都已经好了 ，BB 都已经好了。哎，倒没准备迅速补狗一波带走，其实迅速补狗的话，疯子就可能被带走。你现在也基本上也已经又被咬死一个，出来两条飞龙，这能咋地呢 ？S 龙一，咬死一个，农民只有两格血啊。终于救了下来，现在出了两条飞龙，哇，主矿两个地堡，风矿也两个地堡，家里面一堆地堡，这是立于不败之地啊，根本不可能输的。哎，现在可以换我们主持人上了。风在刚才这个对抗当中是出了很大的问题，其实家里补一个地堡就好了。你会觉得今天胜率是特别的，是啊，刚才那个几条狗过去，那至少那六个农民打残了是吧？是啊。哎，他走到这儿看到这个，居然他都不走，所以我觉得这不是问题，这确实今天技术不行。两条飞龙，你还想扭转乾坤？再次说一下，大家如果看风云直播卡的话，一定要登录2.p.n， 用 PPS 或者 UC 来收看我们的直播，这个直播是没任何问题的。今天风云直播二 B 了，风云直播的服务器。家里不守了，准备天地一波流，他还是守。行什么呀，那农民会被点死吗？好，来看一下有没有可能溜进去一波狗，这溜进去也解决不了大问题。哎，进主矿，哎，又刚才又卡了一下，哎呦，这两条狗卡了，对，刚才又小卡了一下。好，有飞龙小狗，哎呦，能不能打掉一个防空？但是打农民也不错。对，打农民，三个。看一下贼老特操作。哎，贼老特操作还不错，确实非常到位。伤了他几下，只能有两条龙。哎，点死两条。只有两条龙啊！这个二龙在天，貌似也无法。二龙不行啊！这，哎呀，飞龙他马上就要好了。男人不能说不行。龙
哥，不是不龙哥，疯子是撑了那么久的时间，最后是两条飞龙什么都点不死啊，一条飞龙啊，两条踏龙在线。那传说单基地不够，这边还补个地堡，哎呀太温和了，这野牢他真的是立于不败之地啊，能不能把这个这个地堡点掉也不用，人家狗的数量很多，完全已经是没有什么机会。哎呦，飞龙，二龙，哎呀，我是毒龙啊！二龙大喊着自己的名字，你看，完了，人家飞龙补出来了，两条，四条，二龙毒龙打四条怎么打？他居然还去压制，我看一下，说出来怕吓死你。你看泽罗特太稳妥了。现在就不着急了，哼，现在是罗特在聚飞龙，待会出来一下给你一个惊艳的感觉。哇，这么多的飞龙，完全没有希望了，疯子要打GG了，GG GG 2-0，这太快了。又到全明星之夜的时刻了，在比赛进行到中段还没有开始交战的时候，炮哥就毅然决然地退出了比赛。大师，这次你绝对不能中立，像你们这样子说的话，那我就认真打。看来形势不容乐观呀，这可不是我们之前想好的剧本。这个 Friend 从自己裤裆里面掏出来的这个奖金啊，有的我的体香，可是人民币啊，人民币得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啊，这不能给韩国新一代人民。不是这次说美金吗？哦，还真是啊，多少？500。你说起来，疯子，你这个六条狗要前面那个过去，我们怎么算都是来不及的，对吧？嗯。至少那个六个农民打六条狗，你能想象是什么样？这开局已经好都不能再好了。对呀、啊，对方裸双啊，开玩笑，裸双遇到九弟，你说这个，哎，怎么说呢？不过曾经有一条这样好的机会摆在疯子面前，而疯子选择失手去抱了自己的女儿。曾经应该说，曾经有那么多奶粉摆在疯子面前，疯子没有珍惜。嗯，等到失去的时候。他才知道只能变成泡菜，对，只能用自己老婆的乳汁，知道这个东西需要串着喝一喝的。这个过来人果然是有经验，你可以好好学习一下，我要学习一下，学习一下。现在哎呀，疯子今天已经是被人踩到了赛点了呀，再输一场，下一场比赛叫做 Champion PointChampion Point， 冠军点，冠军赛点了是吧？赛点我要给大家展示，展示三炮的礼物了。是吧？你还带了？带了。这就是三炮从 America 飘洋过海送给我的一个礼物。看看什么东西？一只乌龟啊，还是绿色的。什么情况？就是绿毛龟。绿毛龟。就是在。这个绿色呢，当然是 PLU 的颜色，对不对？哦、但是在他的心中，你就是 PLU 的乌龟，长寿，长寿，长寿。乌龟还有什么？耐些慢。乌龟还有什么保育的意义吗？龟头啊！你看这两根针深深的插入了龟头。这蔡鹏，你是从 America 飘洋过海，就送了我这么一个东西。你要不要？我实在搞不懂。不要，今天可以抽奖送你。这个至少。我要帮你研究一下，不是研究一下，我帮你研究一下。我最怕什么，你知道吗？嗯，我最怕这个东西是从美国漂洋过海过来，但是写着 Made in China。来，我来看，我来研究一下。还是蛮结实的，至少摔摔不坏吧，我觉得。你看这个龟头，虎目圆睁啊，龟目圆睁啊，这个嘴你看啊，哦，是含情脉脉。这是忍者神龟，这是海龟。哦，海龟手是这样的。哦，对，那还是有点宝意思的是吧？嗯，海龟，海龟，就说明它要归来了。
哦，海龟，这是个寓意啊。对，还不知道龙哥是著名的海带啊。这乌龟很久没洗澡了。准备抽奖送给谁用，还是送给我们的导播萌萌？哎，这个送给谁用倒是可以说动我的，但是这毕竟是炮给炮爷从 America 飘洋过海过来。 你可以把这个东西送给谁用，把你的口水送给萌萌是吗？嗯，萌萌喜欢吗？他一巴掌一个鞋子直接从窗里面扔进去。好啊，不管怎么说也展示的，反正这是炮爷的一份心意吧。啊，应该只送过了我跟小米是吧？小米送的是什么？小米我不知道。小米，嗯，这个很值得奇怪，是吧？为什么只送给我和小米？对呀、啊，为什么呢？因为有什么寓意呢？因为他生前啊，不是生前，他走之前啊、哦，我跟小米跟他关系最好。啊、哦，我一直以为我跟他关系最好，我伤了他的心。对，好、啊、不错啊。希望这只神圣的乌龟可以给疯子带来好的运气，来，我们给疯子带上。嗯，然后疯子的小狗就跑得跟他一样快。好，疯子带上这个乌龟项链。嗯，祝你今天比赛可以获得胜利啊！下一场比赛是狙击岭了啊！这个对于我就这么帮他比啊，感觉就是疯子挂了。那疯子还要学那个九零后要嘟一个嘴才行是吗？赛点了怎么办？嗯，哎，你这人民币就这么送给韩国，振兴韩国 GDP 啊？我要是你，对吧？绝对让他们多造一点罗老号。不是，这个比赛不算，重新打过，反正不能把人民币给斯维达。你觉得呢？啊，说到你心里去了。你以为我人品啊？说到你心里去了。我是确实这么想的。我们看看观众对比赛看法啊，2137的观众叫 InZM 啊，他说 ZVZ 就是一波的事，还有看谁偷的刚刚好，就偷那么一点点就会赢啊。这 ZVZ 这个同说起来是这么简单，打起来可没那么简单。是，刚才其实你们看到都是各种细节，主要是在整场比赛中的细节非常非常的好。嗯，你们可以看他补地堡的时间，补地对空地堡的时间，溜过去反打的时间，每一步都是刚刚好。是，所以从这些细节当中看出 ZLOT 的 ZVZ 功力真的非常深厚。是的，疯子刚才如果家里补一个地堡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啊，挡住之后那就是至少地图外面可能，然后接着就是飞龙了嘛，对吧？如果你超过五条以上飞龙的话，对地堡是没有用处的。是的，他就可以啪嗒一个啪嗒一个啪嗒一个。当年在很多年以前，黄慧明跟 F91 曾经 WCG 时候有一场比赛，当时 F91 就是两基地在那边顶着，貌似对空地堡有三个，上面有几个，下面有几个，最后土豆明愣是用了三个飞龙，哦，三个龙敏，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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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把 F91 给干掉，把他给干掉。然后，2252的观众叫 I D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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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非常漂亮的妹妹，她说疯子最近，你怎么知道是妹妹？她的头上是非常漂亮的妹妹。哦。说疯子最近是不是 ZVZ 练习练多了一点？这 ZVZ 不知道怎么样。还有观众2251的观众叫 BO 2014，他说 ZVZ 变数太多了。这个，哎呦，还有观众说这只绿毛龟很配阿龙的衣服嘛？那不就也配弗兰的衣服吗？这确实是 PO 的绿色啊，PO的绿色。这个当脚链倒不错。你的脚，你确定有那么细吗？好，还是有观众说的啊，2256的观众是康夫啊，他说，疯子又要让二追三吗？你这个又字说得非常的精髓。哎，疯子哪次让二追三我都没有看到过啊。嗯，今天就让你开开，不信好吗？不信吗？不信。哼，天下有你这种鼠目看不见的东西。啊，我看看到底是鼠目强还是龟头强。好的，选手已经准备好了，这场比赛是一个冠军点，一个冠军点，我们准备开始吧。疯子加油。在比赛开始之前，龙哥喊出了他发自内心肺腑的这样一句怒吼，一运丹田混元气啊，就喊出了那声疯子加油。疯子在重庆都听到了。哎呀，怎么了啊？你的意思这个黄色在你的颜色理论当中属于是最最
啊，不过白色也不咋地，而且是你是首先映入眼帘啊，映入眼帘，这比赛有悬念，有悬念，有悬念啊，有悬念啊。龙哥今天是用出了他几乎所有的招数，不是，是因为以前就是国内比赛打的话，就是光环是反着来的，但是一到中环对抗，并且总决赛呢，每次都是正的，所以我选择调整一下我的战术啊。所以说，龙哥今天喊出的这个“疯子加油”，可能决定了你今年的走势，是不是？总决赛，并且是中环对抗，要正着来。我觉得，如果我觉得这样吧，龙哥，嗯，如果是我们等会儿跟冠军打，能不能让他换个组啊？可以啊，绝对让他换，还得让他，还得让农民啊。啊 ，TVP 的，让农民，让农民。嗯，我觉得 TVP 还是可以打几把的，是不是？哎呀，你对 TVP 这么有信心？对手好像叫 Zelot 是不是？我忽然想通了，这边好像又十二农民双开嘞。嗯，疯子呢？哎，疯子不是十二农民双开，对，十一农疯子下面开基地了，哦，也开了，也开了，也开基地。哎呀，疯子，你这次要是再来一把多好呀！哎，疯子心态也不错啊。现在反正零比二落后了。俗话说，破罐还得破摔。他本来的预期目标就是3-0直接干掉对手，现在让个两分无所谓。那俩人几乎是完全镜像的开局方式，好像疯子每个都比对手要慢一点点，慢一点点无所谓嘛。这个右侧的框比左侧的框应该踩的还要再近一点，所以说疯子应该比对手要多一个农民，我们猜是不是？哼，这边啊好像没有，这边重染出来了。重返出来了，这边竟然还有观众啊说这是 PU 最后一次星期一的直播节目吧？呸！我啐你大爷！Friend 说了啊，这个星期节目还继续搞，不逝去的青春啊！等到 Friend 觉得自己没青春了，他们就不搞是吧？对，我觉得我的青春是水友给的啊！现在跟大家宣布一下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这个论坛啊，嗯 ，PU 的负责人是龙哥，所以说以后要骂就骂他去啊。我哥忽然发现前面搭了我两句茶，就是进了一个坑。哎，这边补了六条小狗，这边补了四条小狗，停气和一个不停气的家伙。哎呦，那老头是要拼命出狗了。这边是补了一个地堡哦，我告诉你哦，而且二本身在这个地方。嗯，小老头补狗，哎。从目前的这个开局方式来说，以我长期对星际的理解，我认为疯子现在是有优势的。只要这个地堡变出来就有优势，但是它不变，它为什么不变呢？你没有看到吗？是因为有好终于变了，不急不急，前面再挡一挡。哦，有个农民是堵口子呢，好，不错不错，有这个防守意识就行了，有这个防守意识就有这个挡住，再拖几个农民下来吗？好的，地板刚刚好，刚刚好，比郭德纲还刚。哎呦，直接三基地补狗啊！我要是你就补五个地堡。疯子在对方头上停这个房子，知道还没有停呢？哦，停了呀，看到了，哎，很清晰，对，他知道惹到的就是这个事情很清晰的呀。那我就补地堡，急什么？对吧？哥，两基地补补狗现在也足够了，对，对不对？而且我最好是两农民采气，因为你现在三农民采气没必要那么多气，两农民采气就够了。但他现在哦，二本也看了一看，懂了，小样原来是三基地。哥，你看飞龙塔造在这儿，造给你看，有本事到这儿来咬，有本事来咬呀！你看派两条狗呢，你看二龙在门口待着，哼，啊，这是二狗。三基地又恢复。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贼拉特是完全放开了啊？嗯，什么招数都用了，打得比较行云流水，天马行空。两 BV， 这什么打法啊？两 BV， 两 BV 生小狗攻防呀。哦，哎哎。你居然还压出去？对啊，一波反打，哦，因为看到对方在辅农民啊，那个三基地其实没好。哎，对，这波反打，他其实可以反打，其实是有优势的。对，打过去，哦，他逼对手补狗，嗯，那肯定是补狗了，然后回头退一下，这边飞龙塔应该也要好了。如果疯子刚才多藏点狗，一次性出去，趁对方在补农民的时候。当然，这个地基地比较好，它没有农那个矿后面，所以说飞龙不太好甩。嗯。
他已经双推攻防了。这是什么打法呀？哎呀，确实泽拉特在这次中韩对抗赛当中给我们见识了非常多的这个妖娆的打法。是曾经五场比赛五种 ZVP 的PVZ 的打法。我觉得 P 遇到他真的是有点吐血啊。不过他这样的一直没造下来，再挤一下，但是他时间肯定是又挤了一下，难道飞龙有机会？刚才如果再卡一下就好了。不过疯子应该会先扎进来。飞龙这个时候会不会黄慧明附身呢？附谁的身？附自己啊。疯子说：“呸，黄慧明这个菜鸟。”就是，还有附我身。哇，补了那么多农民，难道你准备用刺蛇打吗？这个骑士过来砰砰砰几下，那个采气的农民就没了。嗯，只要疯子操作没用。去哪里？打房子。啊，打房子啊！但能打俩房子直接可以打掉。是。不过说实话，现在惹到他的农民数量已经完爆疯子。不着急啊，大家不都这样子吗？这边难道你这得补一个吧？当年九幺就是这么贵的。是。就看这个惹他的距离性。再看疯子的操作，好的，飞龙准备编队聚团，好像准备一波带走对手，带不带走不知道。其实过来真的点几下，刺蛇塔，对，我觉得确实需要点几下。哦，双生刺蛇攻防吗？这有点复古啊，这个打法。以前是单控，其实这个时候疯子应该做的是要把三矿给开了。嗯，那你别过去了，直接喷两口就咬死。呦，哎。疯子好像能打下来哦，这个狗的数量已经很多了。是，哎呦，这把好像Zelotti要跪了，Zelotti要跪了，好像狗是对方的两倍以上了。哎呦，龙哥，你这声加油有道理呀！有吧？啊，跟我斗！今天转下了呀！韩国人，你想跟我斗？这狗的数量很多，但是操作好像有点问题。疯子，来得及。好，飞龙在这边守，你只要主矿有狗下来的话，我就可以。现在咬对地方。啊，狗数量太多了，好多太多了。还有个地方。疯子说：“死了，他想要让你玩。”哎呀，让你玩，麻烦了。你一定要。哎，疯子，你在干嘛？他要进主矿，但主矿里面也有两个防空，还有狗。这波没有起到想象中那么好的作用。让我们看一下什么情况。麻烦了。现在死了，这三基地都要重软啊。而没有，这边是飞龙，所以不怕。而这边家里边有地堡，一个地堡，怕被溜进去是吧？啊，堵一下个路口。但是对方农民数量还是比疯子多啊，虫卵也多。好，几条狗，死了三个农民，主矿。啊，农民飞龙数量已经很多了，现在疯子很有优势，就看疯子不知道会不会打这个。我现在发现，就飞龙数量很多了，而且两个地堡可以硬点掉了。像这种 ZVZ 对抗，我非常了解，就是出刺蛇的那方一定要有二气。他现在只有单气的话是出不了那么多刺蛇的，直接硬点。而且如果你是你等一个纯刺蛇的话，还不打不过龙狗，所以最好的方法是飞龙霸王硬上弓。好，第二个打掉，第三个地堡也打掉，但是有一波小狗，看一下家里面的防守情况。我大子二矿入口一堵啊，飞龙算已经太多了，两条飞龙。哟，这条小狗很恐怖哦！前面被飞龙塔堵住了。哟，这飞龙塔果然建筑学位置造得很好。快走！农民聚队，不怕这些小狗熟练的。聚下队，分散。还是剩一点无所谓。现在大优，哎呦，优大了。单气出不了多少次车的，单气出不了多少次，现在飞龙的数量已经是，因为飞龙是机动性的。飞龙加狗是完爆刺蛇，我们看一下刺蛇一攻一防好了没有？有一攻一防好了。所以这个种族对抗最好的方式，不是纯刺蛇，是刺蛇加小浪一两只洛克推进来对抗龙狗的。你这个说法说的还是有道理，是吧？刺蛇好像，但飞龙现在已经数量是远远多于刺蛇。疯子霸王硬上攻，这是待会儿再霸，现在霸有点扛啊。疯子太刚了，这疯子对着两个地堡和一堆刺蛇就 A 了过去，这也行，然后把对手的刺蛇打光，然后直接对着刺蛇一通乱 A， 完全无视啊，无视对手，霸王硬上弓，陈明天就是这么玩的，直接一个，恭喜疯子2-1，恭喜我啊。